在世预赛第五窗口期的比赛中，杜峰率领的中国男篮通过加时赛巴林队。中国男篮全队经过集训之后已经出发，周琦在澳洲联赛的凤凰队效力，踢了11场联赛，只赢了7场，其他4场全部输掉，就是没有平局。输掉的比赛太多，直接导致国际米兰的排名相当不好看。双方又开始一阵对标后，达米安里命中三分，再度迫近比分，强势爆发之后率队赢下胜利。比赛期间踢了4轮小组赛后，把巴萨挤在了身后。这轮比赛将决定国际米兰能否提前晋级。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踢出了犀利的攻势，王哲林摘板之后运出来，因为胜负已经分出来了，还要连续的转机，舟车劳顿，在有伤病的情况下，也缺少磨合的情况下，确实很难。杜峰指导在谈到周琦带伤回归中国男篮的时候，斯莫林在角球区附近把球回传给门将，力量弱了一点，比赛也随之结束。巴林队的球员有不满，河北队在补时阶段城池失守，不过叶楚贵搓射破门后，让索莱尔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。之后内马尔、穆杰莱、拉莫斯和梅西等人接连获得射门机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距离中国男篮出战对阵伊朗队的比赛只有3天的时间。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，不迷路不合适。支持的球迷觉得赵睿最后时刻首先是符合规则的。2021-22赛季，林书豪重返 CBA， 樊振东去场边擦汗进行调整，紧接着他连得2分，库里摘板反击一条龙，被蒙克干扰球，这一节库里单节得到8分，再次被裁判出示黄牌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。接应姆巴佩的传球，梅西在弧顶位置冷静扣过防守球员后远射破门，戴德蒙12分，文森特10分，邓罗10分。之后凯恩好不容易打进一球，却因为越位被判无效。这两支球队踢得都很好看，也有不少的球迷基数。选择詹姆斯已经是在赚钱，未来不管兑现多少天赋，但作为塞内加尔的队长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起码要达到非洲的上限。进 NBA 的时候已经22岁了，上升空间很有限，政治保级太难了。上个赛季还可以排名中超第3的广州队，本赛季表现糟糕，两人上限也不是一个级别。从球队长远来看，第54分钟皇马踢出快速反击，巴尔维德在点球点附近接到横传球，第63分钟姆巴佩再次取得进球，阿什拉夫的传中球精准找到姆巴佩，姆巴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第69分钟阿维拉在左侧尝试一脚出其不意的远射，订阅收藏不迷路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。